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Miss也不打声招呼啊。Miss在买票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们不要理他。不要理？他敢吗？你笑什么？笑你好老实啊！你这种人以后会吃亏的。 你以后要不要混？这个人要打我！你们两个想混？你叫的太长了，跟他打我！他明明是在坑我们小公务员的嘛！我敢不借给他！你敢不敢？啊！ 你们两家深仇大恨啊，这我罩不住啊！你要我出卖哥们，我不敢。